一般性是给客户就发滤镜选择，可以坐着看，然后可以升降，因为网络问题，不是网络问题，你这个连的是这个连的是天线，你知道吗？连的 WiFi， 就是我连的 WiFi， 这里连 WiFi 多远？你看，就是网络问题。我到这才三个。